当家居使用浓度75%以上酒精消毒起火时，灭火的方法你网上一搜，五花八门。如果你的家中发生类似火灾，应就地取材，不慌不忙。现在就让雅安消防支队和平路特勤站消防员告诉你解决办法。75%的酒精常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消毒。当发生意外着火时，请不要惊慌，用湿抹布盖上即可。当不小心洒落时，也是如此。